差不多。那个小魔女斗里面的那个咒语。我知道。你背得出几个？背得出，我可以全部。你可以全部。好，你现在卡皮皮拉拉波波利拉佩佩多。嗯，给你啊。小时候有最喜欢看的卡通吗？小魔女斗萝莉，可他们全部都是甜不辣手哎、欸，因为是让他拍拍，他们手指头全部甜不辣手。那个小魔女斗萝莉的那个咒语，我知道。你背得出几个？背得出，我可以全部。你可以全部。好，你现在卡皮皮拉拉波波利拉佩佩多。嗯，给你啊。拍拍泼泼温柔优美，画眉乳赫拉乳赫月音高卡。哎，刚不是你说会吗？珍珠美人鱼。歌你会很多吗？小时候每首都会。大嘴鸟魔法咪噜咪噜，魔女的考验，爱吃鬼巧达，名侦探柯南，忍者哈特利，狮子王很可爱，哆啦 A 梦。那你为什么最喜欢哆啦 A 梦？大雄很乖。刚刚没了啦，全部重讲一次，超级荒唐的。好，那如果哆啦 A 梦的道具你可以选一个的话，你最想要哪一个？机体任意门这么好用，你不选？因为我很笨。大笔小新，感觉他有些做的举动我也会做。你也会做吗？像是那个屁股。不是。我会放怀旧卡通的主题曲，然后你们帮我猜出那是哪一卡通的。我们这一家。我们这一家。我们这一家。秒答！啊，他们说哪一个？面包超人不是，是肉屁屁外星人。蜡笔小新。哦，完全没办法连接上。五岁的小男孩。哦，蜡笔小新啊！我听过，蜡笔小新吗？答对了。有首是什么？哒哒哒哒哒哒叮叮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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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啊有印象啊？都没有，听过吗？有听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听过。那你们知道哪一个卡通人物最常就是出糗吗？就是这一题的答案啊，面包超人，因为他很常丢脸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忍者哈特利，忍者哈特利吗？是啊，忍者哈特利。打得很，哈特利。忍者哈特利，我听你猜到。哎，知道了，逼他了，爸爸，冰糖小丸子啊。哦，他逼嘛，冰糖小丸子，连在一起。冰糖小丸子。答对了，樱桃小丸子吗？答对了。3, 2,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
啊，我以为你抬头是哦，我知道的，有听过吧？小尼是他们会魔法，会魔法的小女孩。哆瑞咪哦，她会变魔法，很多颜色。至少要很认真听。大嘴鸟，好厉害哦！一直听到铅笔声哎。啊，那个大嘴鸟，哇，好可爱！前面在写，他在画那个鸟，铅笔，他前面只是铅笔在就是跑来跑去，然后后面就在教你怎么画。那个画那个啄木鸟，大嘴鸟。妈妈。大嘴鸟吗？大嘴鸟。啥的？哦，珍珠美人鱼，你有看吗？
有一年级的时候有流行他们的什么歌词本，然后之后看一看就还有麦克风啊，对对，有买过那个麦克风。我小时候就还那个拼命存那个早餐钱，为了买一支麦克风。不是你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你不要在那偷偷喜欢不敢说。七彩的微风，侧着脸轻轻吹拂，欢唱的一起唱。想流走，流到没有纷扰的角落，在你前行，传来有你的旋律，记忆里最美丽、最动人的美。不会，我不会这首啊。明天，那你会哪一首？我直接现找给你。没有光的世界，巴洛克。那是坏人的歌吧？你很会，你很会。你会哪一首？快点，我们直接合唱。狂风暴雨啊！鼓动，鼓动，那首叫鼓动。狂风暴雨的海水在等待，我们是坚强的小孩。成功或失败，星星全部曾明白。因为拥有爱，也许人生注定经历失败，我会努力振作起来。鼓动的节拍，阳光会永远存在。你会开开怀。啊，差不多，不勉强你，不勉强。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哎，他说是了，他说是了，可以吗？还是你，还是你还在考虑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要是吧？还没有正式啊。哦，还没，就是有在筹划要正式那样。我讲出来，我直接给他讲出来。好了，没有啦，祝你们幸福啊。这个影片是可以播出的吧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很常访到那种就是当下就说好，然后后来就说不行，我们分手了之类的，或是说什么他们关系是秘密这样。哦，可以啊。对，那你们都要好好的哦。好多了，听了会怎样？有点快吐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这比较有一点年代，就是。